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晚安，我是飞鹰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，只要你有 Google 账户，就可以免费拿的虚拟货币。那目前为止，大概上市12天，已经突破了50万用户了。但是在开始介绍我们今天要领的虚拟货币之前，我要先回忆一下，有一位朋友询问我的问题。他问的我的问题是，到底我频道中的无本赚钱跟无本投资系列的影片差别在哪里？那我先给各位讲一下，我无本投资系列讲的就是我们不用花到我们有钱的资本，就是我们金钱，你就可以去进行投资，但是投资有赚有赔，然后我也不敢保证你会赚钱，但就是你可以运用一点时间成本，就可以制造之后可能的回收回来的利益，这是无本投资。因为我也不敢保证这个会赚钱，但是我敢推荐的东西一定都是我有在用的。好，那这是无本投资系列，那无本赚钱系列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用花到我们有形的资本，不用花到我们的金钱，你就可以去赚取钱，但是这个钱就是你可以实际拿出来用，也是你可以转到你银行账户还有荷包里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无本赚钱系列。那目前一定都是无本投资系列会比较多，毕竟现实中你不用做什么就给你钱的机会真的太少了。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，我一定会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介绍啊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虚拟货币叫做 eCoin， 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上到交易所，所以才会放在无本投资系列，因为很多的虚拟货币在上交易所之前就垮了，或是在做站内互相销售的时候没有做成功，这个虚拟货币也很难上交易所进行拍卖，那就很难换成现金，所以我也不敢跟你保证可以赚到钱，但老话句，免费的试试看吧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 OK， 那我们先直接点击注册。那你点击注册后会到这个页面，我个人是直接推荐你直接用 Sign in with Google， 毕竟你到最后还是要按，你最后这边还是要去进行确认，那你干脆直接按 Sign in with 好 Google。 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做个登入，登入完就会跳到这个页面，大家可以看我是25号建立的，所以我研究这个研究了3-4天，确认说应该是可以的，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，那大家也可以研究看看，如果你对这个没兴趣也没关系，毕竟我不靠这个吃饭的嘛，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赚得到钱，啊你有兴趣的话就试试看吧。好，那我讲一下这个是怎么样可以领到它的虚拟货币。它首先你在收到其他用户注册的时候，你可以领到1000，那如果你再点进去，我给你的连结，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，你点进去之后按注册，就是你可以跳到那页面，在60分钟以内你只要按注册都会再多225，那目前你只注册可以拿到是900，那另外一个小时内注册拿到是225，我那时候比较高，因为它这几天飙太快，所以它的已经降低很多了。对，然后你如果拿到钱它会再储蓄余额，那储蓄余额会需要一个月才可以做解冻，所以它目前是不能领的。当前余额就是你可以拿出来卖，但是因为要至少1000，你没有1000的话是不能够进行卖钱的，所以就目前就是讲难听就是废纸。所以我目前余额是3000嘛，那这个是目前的纸，它用的都是美金计价 ，OK， 但这个也是估计值啦，所以也不知道。那我这边直接给各位看，大家最想知道就是它到底是怎么赚钱的。那加按下赚取更多，按下赚取更多，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赚钱的方式。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按常问问题。我个人看了一下，它的 Q&A 算是蛮充裕的了。就是你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会有 eCoin？ 那这个东西它免费是怎么赚钱的？还有免费赚取 eCoin， 它到底值不值钱？它大概可以问的都问了，那它也做了一个很不错的回答。但是实际有没有赚钱，毕竟他一定要写漂亮，他不写漂亮谁要注册，虽然一定会写漂亮，但是你也没有花什么资源啊，你要靠一个 Gmail 就盗取你的个资也是蛮难的啦，别想了。所以我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原因，因为他不用担心盗取个资，他没有跟你要你的身份证字号之类，他就只是要你的 Gmail， 我们在申请 YouTube 的时候也用了 Gmail， 所以我相信 Gmail 是目前大家很多人都会用来注册各种东西的，所以这只是你再多注册一个东西，但是你就多一个机会，给自己一个机会 ，OK？
另外你可以按战略，战略也会帮你解释很多东西。所以然后如果你有各种问题，也可以一样到常问问题，滑到最下方，最下方都有他的 FB、Twitter、IG， 还有这个 Reddit， 他有四个粉丝专页，你都可以去看看，里面都有很多的人在做分享。那我发现在台湾没有人拍这一个影片，所以我来拍给各位看看这个都在做什么。当然我一样我会说，欸，你可以的话麻烦用我的推荐码进行登入哦，嗨，这个我一定会讲嘛。但是啊，你如果不申请的话，我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样嘛。所以我也不强求各位一定要用我推荐码，但是我可以说，如果你有一个推荐人，你就可以领到比较多一点点的，因为你是在偷收到推荐注册。如果你是直接在这个页面进行注册的话，那它会少200多的虚拟货币。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注册，如果你觉得我不太可靠没关系，那就这样，反正我就是把这东西推荐给大家。然后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想把自己的推荐码直接用自己的另外一个信箱做注册，但是就会出现我画面上的状况。所以看来他是真的有在抓避免大家用分身注册啊。如果你成功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或是私信我粉丝专页跟我说你怎么做的。如果你觉得他还不错，你觉得说他是可以试试看的，然后重点是他没有要花到你半毛钱，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吧。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订阅分享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是私信我的粉丝专页跟我进行讨论。我是飞鹰，我们下次见。